怎么可以在我没有同意的情况下，就擅作决定呢？错了，我错了。你当然错了，是很严重的错误。哎，你知不知道呀？工会和东家本来就是死对头，他们要是团结起来，剥夺了我们的管理权，还分得清楚谁是东家，谁是老板吗？你说的没错。 换一个思路再想想这个问题，你看啊，就算是原野和王朝不抢这码头了，你能保证你手底下那帮人不私自运鸦片吗？你能保证了他们不跟日本人勾结？而且他们互相也不会检举揭发，因为这事跟工人没关系啊，他们不在乎。但是如果成立了工会就不一样了，这码头可是他们的饭碗呀，他们不能把自个儿的饭碗砸了。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你说的吧，也有点道理。是啊，但这事儿我也做不了主啊，我要跟阿杰商量商量。好好商量。哎，啥意思？嫌钱少？这钱叫什么呀？美金啊。 绿不拉几的，美吗？这个美不是漂亮好看的意思，这是美国的钞票，美国的货币，这个意思。那也应该叫美钞或者美币才对呀，因为拿它可以直接兑换黄金，所以叫美金。哦，这么说我就明白了，还是直接给我黄金得了，一沓纸捏手里不踏实。 不给是吧？那这张纸我也不要了。哎，您坐啊。哎，这个老毕塞打不得骂不得，这哪弄法？对的，只要他帮咱们运鸦片，他提什么要求都满足的。记住，货物必须免检，做安表。有数。 哎，不要咬！你轻一点，你干什么？你真是，有牙印儿，有金子味儿，是足色是金。上面就有铸模印字，你看，汇丰银行还四个九嘞。甭管它几个九，啊，还得按我的规矩来。这法子呀，是从我阿玛的阿玛的阿玛那儿传下来的，祖制，你懂不懂？我不懂。 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在这个金条上咬了这么深的一个牙印，要是不跟我签这个合同，这个怎么办？谁说我不签了？啊！笔墨伺候。来，自来水笔，美国派克金笔。嘿嘿，哎哎哎！你怎么又要咬？穷玩意儿，谁用这破笔啊？ 拿毛笔来，不，来，为什么一定是暗笔？ 这个暗镖们，你拿的这个酬金也多哎，是吧？来来来，继续。我可是奉公守法的好人呐，万一你们运枪用炮的给新四军，那我和官家还不被您给害死了？你放心，这个里面绝对没有违禁物品。说得好，这句话得补到协议上。好。 别看了，正格徽宗原版瘦金体，啊，赶明儿啊送你一副，但是不能挂在这儿啊。
你怎么净整一些画蛇添足的事儿啊，石原阁下？ 想到你是空手来的，暂时还没有正确的阿杰，但我们已经搞定了关爽的舅舅满辉煌，他答应我们暗中帮我们运一些货。满辉煌，这个遗老遗少就是图钱，只要有钱他什么都干。暗中偷运夹带走私，对吗？是。那你告诉我，这一仓库的货什么时候可以运完？ 你回答不上来，我告诉你，我要的不是走私偷运，我要的是整个码头。我说清楚了没有？明白。不惜一些代价夺下关家码头。你已经用掉我几万美金了，这个代价比杀掉一个阿杰要多得多。愿意，杀人将是你在上海滩谋生的唯一手段。 我不会让他活过三天的。今天晚上，是。你去帮帮他，这件事不能再拖拖拉拉了。哎，吃饭呢？这真把自己当少爷了，还得我喂你啊？是。 哎呀，今天啊，必须得表扬我自己一下，啊！哎，帅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杰叔让我回来的呀。那你也不能走啊！我跟你说过，没有这些天是最危险的时候。不是，帅哥，大小姐请他们去浙江会馆吃饭呢，那不让我去，那我怎么办呀？再说了，我这一毛钱也没收过他的呀。 还有，我也没闲着。你看，我这不是去弄那公鸡大米了吗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你们俩吃，我出去一趟。你小心着点儿。这个大白天就这么干。 杰叔，你到底同不同意说句话呀？我承认袁帅那套啊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我还是不同意组织工会。这无非就是放你一点权，多花一点钱嘛。我是更愿意把钱花在兄弟们身上，拼死也要干一仗。可是您上次找的那些兄弟，一没钱，全拍屁股走人了，这样的人他可信吗？ 这20多年，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呀。所以啊，即便我们是在官市商会，也很难摆脱帮派的影子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成立了工会，让官家变成真正的企业，那就是天大的好事儿，以后咱们可就活干净了。杰叔，您不用着急表态，喝杯酒，好好的想一想。我去个洗手间。 一会儿回来，我干净。
不好意思，两位，今天这儿全被结束包了。哦，我们约了结束了。我给您通报一下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们自己找。我还给您通报一下吧，稍等两位。什么组？ 站住！你们俩怎么一见我就跑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走错地方了。走错地方了？那也不能砸了人家的花盆，不赔就跑吧。掌柜，我赔，别去。哦，大哥，没有，钱呢？不是欠你的吗？ 这点够吗？怎么回事？杰叔，这俩人砸了人家的花盆不赔就想跑，不太对吧？别动！别动！再动我杀了他！你们是冲我来的，别伤了我们家大小姐。 好，那你跟我们走。可以，先放了大小姐。不行，杰叔，你不能走。你们俩好好想想，今天你们要把杰叔带走，就算你们跑到天涯海角，官家不会放过你们。别动！就你们俩这种货色。 我哥他怎么穿成这样？你哥哥，还好没坏了大事。还是你想的周到啊！嗯，多派了一组人留在后手。嗯，没有啊。没有。那这帮人是？石原真的是太可怕了。
死了，死了，怎么死的？乱枪打死的。我要去看他。 你们先出去吧。你也出去吧。 这么多枪，我原想带着你和爽爽，早点躲到香港去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 哎呀，姐夫，甭玩枪了，丑时了可有万岁爷的年月，您都该出去遛鸟了。可您现在还没合眼呢。此仇不报，我怎么能合得了眼？哎，不是让你集合人吗？你在这杵着干嘛呢？这时辰不合适。阿姐不在，看来什么都得自己干了。哎，你给我，你放开！ 咱们家都这样了，甭打打杀杀的，算了。算了，爽爽和阿锦被人拿枪扫，这么丢人的事，我怎么能算了呢？啊，王老板，你们说吧，这事到底是谁干的？应该是袁毅。是他吧？ 小子，您就言语事儿呀？关老板，杰叔是花天俊打死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他们都蒙着面的。我记得他那只耳朵，他杀我妈的时候，那只耳朵被砍坏了，我忘不了。还有。
我判断，前两个小鬼是袁野派来的，后面的大鬼华天君是史元派来的。他们真是不把劫数杀了，不罢休啊！他们这是不夺走码头，不罢休。新仇旧恨呐！凭他的一死王婆，大不了把这码头一把火烧了。别介，姐夫，您烧的那不是码头，您烧的是一根一根的金条。看来。 还得我委屈一下，把阿杰的工作挑起来，指挥一下，指引一下，指导一下大家伙。首先是您姐夫，这出戏您是压轴的大拿，开场热闹您就交给小辈儿，让他们先扑腾着去。弄好了，您指挥得当，善于用人；弄不好，您再出马不迟。您觉得这主意成吗？ 你们真的有办法吗？有，这个办法我跟杰叔商量过，他临终前同意了。如果是阿杰答应的，应该错不了。但有一个前提，你不许带枪。关老板，大小姐可以不带枪，但不能不带着我。 我们俩一块儿去。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好。哎呦喂，小兔崽子，轻着点，甭喷漏了。粒粒皆辛苦。 关家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也没有，只是把阿杰的尸体放在了马会。放马会了？啊！这不应该啊！阿杰死了，关家不可能无动于衷。我这么做就是想激怒他们，等着他们上门找麻烦。如果他们不上门报复的话， 我这一石二鸟的计划可就实施不了了。我估计，他们也是害怕了吧？哎，毕竟关秉义还半瘫在那里。要么，我们主动出击。那样的话，就会变成主动姿势，巡捕房那一关就过不了。那怎么办？这次要是办不好，石原非把咱们活活劈了不可呀！ 起，码头劳工委员会就算是成立了。你们提出的多运一箱货物、多支付一毛钱的请求，我同意了。好。但是我提出的码头安全和船舶运输安全共同责任制，我也希望你们能同意。 哎呀，通俗的讲就是，码头和船要是安全了，没有被查，没有被损坏，每个人都发安全奖。万一要是有人搞破坏，私运违禁物品被查了，那就得罚款，一起扣钱。
大小姐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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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是你看，这是日本人的大烟啊！这批货有多少？一共有100袋弹，在这里面有多少扎的鸦片，我都不清楚。赶紧查。好，再见。哎，把这批货的成名单给我看一下。小舅。啊？ 你看，这怎么会是他签的字呢？对呀，怎么会是他呢？可是他这两笔徽宗寿金体，一般人很难模仿啊。不是你小舅掺和码头的事儿干嘛呀？行了，你赶紧把他叫来吧。我去，还不扒拉我的皮？别说了，把满贵坊给找来。好。来，谁嚷嚷的啊？你喊我大名呢？谁呀？这是？谁喊的？大小姐。 不可能！你们家少少从小都是有教养的，还出国留过洋的，他能不能不懂事儿，当着这么多工人的面喊他舅舅，满回皇吗？别啰嗦了，是我喊的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哎呦喂！谁把货主这货给撕拆了呢？咱们还讲不讲诚信了？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别演戏了，这是大米吗？不是，是大烟。 大烟，你也敢私运？爽爽，咱们大清朝就是被大烟给整没的。你就是在混蛋，那也不至于偷运大烟的。赶明这祖坟还不被你老爷给踹出来呀？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儿待着。我知道了，这皇上的小子骗了我，他为老不尊，他欺负老人呐！我大嘴巴抽他！我，那这他在哪儿呢？不好了！ 不好了！小舅舅，不好了！你是要干什么呀？不好了！怎么了？皇朝带着大部队人马冲进咱们码头货场了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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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车，您这是要干嘛呀？你在关家待了20几年，带走了一大帮兄弟，我没怪你。今天又来砸码头，您这么做合适吗？你少废话！你们毁了我的暗标，就必须根据我跟你舅舅签的合同，按照10倍的价钱赔我。你给我钞票，我立刻走人。要钱？没有。没钱也可以。 先把码头抵押给我，没有这个道理。白纸黑字，你还想抵赖吗？这是满辉煌签的字儿，不是关炳义签的字儿，更没有关家的大印。你要打官司，要钱，找他，别找我。哼，你连你舅舅都不敢认，那好，我也翻脸不认人了。 这个码头你给也得给，不给我按照老规矩打码头。妈，您把那合约再拿出来好好弄一下。什么意思？
补充协议的最后一款，上面真真的写着，甲方绝无违禁物品。您运的什么鸦片？您违约，违约了，违约了。超叔，那今天这码头你是抢不成了。这按法律来说呀，首要条件不成立，次要合约也不生效。对，这老鳖子，你欺诈我！你个老鳖子！黄超，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关先生，该吃药了。情况怎么样？不好了，老爷，黄超带着好几百流氓，把码头和大小姐都围住了，好像是要打码头啊，老爷。打码头？这是要打我女儿啊！马上备车，去码头。关先生，大小姐走的时候叫您家等她回来。等，再等，爽爽就回不来了。合约那是你情我愿的，谁欺负你了，谁欺骗你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应该按照合约办，请回吧。哼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不拿下码头，我是不走的。你凭什么能拿下码头？凭什么？你看看。我手下都是一些玩命的兄弟，俗称流氓，而你这里呢，全是些养家糊口的臭苦力。这个市面上哪有流氓怕臭苦力的啊？啊，什么就是怕的？工友们，这帮家伙想利用我们的码头去贩大烟，这事儿如果叫巡捕房查到了，或者新四军知道了，那咱们的饭碗就全砸了，你们答应吗？不答应！唐城，听见了没有？哼！各位兄弟，今天要是你们加入到我这里，我可以保证，你们每搬一箱货，我给你们多加两毛钱，比他们多一毛。嘿嘿，你们不会跟钱过不去吧？啊？哼！哎呦，黄总这是要给大家整钱。大家赶紧谢谢黄总啊！不用客气啦，谢谢啦。怎么回事？这什么态度？这哦，黄总，我知道了。我得替大伙问一句啊，您这个卖一箱鸦片，自个儿能挣多少钱呀？我至少几万块钱。啊？哎，你自个儿一箱鸦片挣好几万，就给他们涨一两毛，你这太小气了，是不是？啊？我可以再涨啊，再涨啊！哎，这是您说的啊，那就得涨的跟您手底下这帮流氓一样多，一个月80，怎么样？哎，你这80了，元帅，怎么了？这可不行啊！80还嫌少？不是啊，咱们拿80块钱，那我们不都成流氓了吗？工友们，我们宁愿挣20-30块钱的工人钱，绝不能挣这个80块钱的流氓钱，你们听见？对。黄超，你给我听着，只要我们在，这个码头是永远拿不走的。对对对对，哼，归谁不归谁，打赢了谁说话。兄弟们，斧头开棍，打！这要早点打，什么事情都解决了。你们要不要去帮他一把？这否则不知道得死多少人呢。只要黄超能赢，死多少人我们都不能出面。记着，这是私人恩怨，跟政府缉毒局无关。那咱们来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万一要是黄超输了，我们还能以官家走私鸦片的罪名把码头给封了。12年了。哎呀，真是妙啊！这简直是一石多脑。
关敏义怎么突然站起来了？坏了，这可真是小鬼见了阎王啊！这下黄超成了关敏义笼中之鸟了。快去救黄超，这小子知道的太多了。哎哎哎！敢抢我的马桶，拿我的女儿，按规矩，三刀六剁，条黄不讲。 自己选，不，大哥，饶我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！你等死吧！哎，桂英，你说那吴总，我觉得您现在最好别在这儿杀他。您杀了这么一个烂人，就背负了杀人犯的罪名，还得进巡捕房，太不值了。哎，接触的筹码没报呢，这小子已经脱不了干系。你想，凭黄超哪来的本钱能这么多鸦片？他背后一定有幕后黑手。 如果你把他杀了，就什么线索都找不到了。你说呢？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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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把手里家伙给我撂下，否则就算袭警，老子手里枪都不认人。关先生。 好久不见，现在在码头发现这么多鸦片，这个地方已经由我们上海市特别政府禁烟局接管，把这些跟鸦片有关的人都带回去。黄超，这个码头是你管吧？以前是，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。好，哎，等会儿，别人可以带走，你把他留下。 你是要跟政府作对吗？哎，谁说我们跟政府作对？我们是不相信你。你把黄超带走，随随便便找一理由再把他放了，然后把贩卖大烟的屎盆子往我们头上一扣，我们找谁说理去啊？如敢反抗，与毒贩同罪，到时候就别怪子弹不长眼睛。 好，巡捕房来了，这里是租界。 让巡捕房来解决这件事儿吧。去抢后边那个人的枪，假装袭警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你被租界警察带走了，就麻烦了。我先把你带走了。好，追警！保护警察！ 你们都看到了，他要抢枪袭警，我现在是正当防卫。怎么了？收队！收队！你这是要杀人灭口！你也想袭警吗？你这是要杀人灭口！大，快来人！ 货全部带回来了，一样不少。可是你把黄超的命弄丢了。我是逼不得已，设局保帅。可你把码头也丢了。石原阁下，我没有想到那个关秉义突然病好了。皇上的那些手下原来都是跟着关秉义的，要不是关秉义病了，那帮人不会反水。所以当他们看见关秉义，很难动手。 表面上看是关秉义的突然到来，其实是码头工人们帮了他们的大忙。我也觉得奇怪，为什么那些人突然间听元帅的？为什么恰巧今天他们成立工会？为什么恰巧满辉煌今天装船偷运？为什么恰巧在装船的时候又被发现了？ 这些个恰巧支撑了劳工们对你们的愤怒，也证明这件事的背后有高人谋划的事实。谁？共产党。
界的照亮，梦想在继续，刹那间的回忆像永远的默契，在最后的时刻告诉我绝不放弃。好想和你回到尽情奔跑的日子，燃烧着青春在最美的时光，好想和你回到重逢前真的日子，还有那么多胜利。想属于我。